刘随斌，男，44岁，道明姓玄，中国电视吉尼斯擂主，中国武术七龙七段国际武术比赛冠军获得者，是目前青城武术唯一中国武术高段位者。200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武术风云人物，2001年被中国武协唯一认可的青城派代表人物于国雄宗师授权成为青城派第36代掌门人。